到底走路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走呢？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第一个重点，叫做脚跟落地，脚趾离开。那我们常常观察到很多人呢，在走路的时候都无意识的，那甚至有很像是脚掌啪嗒啪嗒的状况，或者是正确的脚跟落地，但是呢就是直接从中间离开，没有推进到脚趾。那要提醒大家，第一个重点就是落地的时候脚跟先落地，然后接下来脚掌接触之后，最后一定要这个脚趾头推出去的动作。所以大家就记得一个口诀，叫做脚跟落地脚趾推出，脚跟落地脚趾头推出。放轻松了哦，好，跟你说一下哈，正常来说髋关节往这个方向转要是45度，往另外一个方向转也要是45度，那你会发现说这个角度完全是没有的，所以你看到髋膝踝关节，其实这个是我们下半身在蹲的时候很重要的需要的关节啊。如果说你这个卡住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关节受限，会影响蛮大的。其实很多人在面对到比如说年纪越长的时候，或者是说开始30-40岁的时候，已经会有一些酸痛或者是膝盖疼痛的状况发生，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物理治疗师们想要告诉大家，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透过了解自己的身体，然后好好的去处理这些身体，恢复我们的关节活动度啊，肌肉柔软度啊，其实我们身体的功能都可以做一个很大的前进，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愿景。有稍微有高低落差哈，就是右边目前是比较高了，然后左边比较低哈，所以这个可能有一些骨盆歪斜的状况。等你现在跟着我一起做哈，你轻松的把那个屁股做左右摇摆。对，好，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有一个硬硬的骨头，然后是在敲椅子的感觉？好，来，你脊椎的慢慢的延伸，然后继续做这个摇摆的动作，脊椎慢慢的延伸。好，停在这里。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最佳坐姿哈。那我们现在想象它上面装满了水，好，那我们待会要做的事情是把水往前倒跟往后倒，骨盆慢慢的往前转，好，这个是往前把水倒出来，好，回正，好，来慢慢的往后转，对，很棒，好，回正，好，来往前转，很好，回正，好，往后转，回正，很好，你继续要来往前转，对，很棒，回正，往后转。好，屁股会不会有一点点酸酸的？一点点就算，有一点点酸酸哈。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顶多就是觉得这样一点点的酸酸的感觉。如果说你有到痛的状况，那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们治疗过程当中都不要有痛的情况。OK， 好，好 ，OK。那你现在帮我看你右边的后脚跟，右边呢？一边的后脚跟，这样会不会不舒服？不会。好，来看另外一边的后脚跟。右边比较紧。身为物理治疗所是一个以慢性疼痛为主的一个治疗所，那我们强调就是温柔解痛，在整个治疗的过程当中都不会让患者有不舒服，顶多就是一些酸酸感。那么团队有个愿景，就是改变全台湾人看待身体的方式。欢迎收看人生调色盘。俗话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今天两位特别来宾呢，要告诉大家，分享给大家怎么好好的健康走路。欢迎浪人医师作家吴嘉璇吴医师。雅兰姐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接下来欢迎生辉物理治疗所院长物理治疗师洪月玉。雅兰姐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讲到上一集的走路，真的是没有想到说走路真的正确性非常的重要，除了能够走出健康之外，还能就是让你看到所有你可能在你的舒适圈里面看不到的东西，像吴医师就是你沿路上你还要走路，然后热气逼人，或者是有时候当然你会选择很舒适的时间呐、可是你在路上带着这么多同伴，你怎么去欣赏人事物？其实
大家走路的时候，刚刚讲就拉开嘛，然后拉开的时候，你就变又回到一个人的个体，然后你在走路的时候，其实你就看到了，你会看到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或者是你会跟当地的人有一些交流啊。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是我们走绕过兔龟台湾库兔奇馆，然后过了鹅銮鼻开始往北走，然后那个地方是连公车都没有的地方，然后那时候又遇到疫情，然后就要找餐厅也找不到什么餐厅，本来那个在东部很多 Google 上面写的营业时间、哦、好好吃的那种，没有，都是仅供参考哦，都仅供他的营业时间都仅供参考，因为疫情啊，对，然后再来，然后我们本来要去休息吃东西的地方，那个地方结果我们去就竟然发现那个餐厅本来很浪漫的餐厅被包场，人家在办婚礼、哦、然后我就只好继续走了，不跺腰一直走，越走越 NK。 没有便利商店吗？没有，那里没有、哎、呦，我们在西部可能很习惯几百公尺一间、啊、那个地方我曾经有走过，所以我在便利商店是准的啦，那个营业时间是准、嗯、有的最远的大概有二三十公里都没去哈、啊啊、你身上有没有带干粮什么的？有，我们要带干粮，包包要带一些，一定那个叫行动粮要带好、嗯、然后我记得我那次走是后来好不容易看到干妈店哦，是，然后干妈店我本来想进去买东西，然后我一面买东西就一面跟那个当地的老板娘在聊天，伊刚被拜拜，她在准备拜拜的东西、嗯、然后我就问她说啊，你这附近有餐厅啊，我也在租有米搭啊，然后她就说啊，你都开车，你就说你再往前大概再开车开个二十分钟都是那边就有海鲜餐厅，然后我就说开车，我说拍谁我家咯然后她看我们很可怜，伊就想说今天哪家可怜，拢无钱人坐车吼。然后他就看一看，就说：“啊，你拢总几个人在行路，在践行。”我讲我拢总有气的啊，我是大家拢不斗熊腰，我走来前面求救。然后他看一看，就说：“哦，安尼啦吼，我煮面给恁吃好不？”哎呦，哦。嘿，然后他就说啊，不过我你不要都平均，我刚刚五两两啦、嗯哼哼。然后有的放鱼板，有的放什么，好不好？我讲不要紧，你有住的很。然后后来我就想问老板说，哎、欸，人是客气的，你问你真正在吃。我明明跟你说二十分钟就有了，对，然后他就说，我就说我们走路二十分钟，大概要走两小时吧，差二十分钟。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子，他就说，啊，那我就简单煮给你们吃。那我就问他说，他说这样子我就一碗给你收很便宜的钱、啊、就有收费，他有收费。然后我就问老板说啊你，然后他就说哦，本来其实我们这边有面摊，可是因为疫情都没人来，我就收起来、嗯、然后这个是那个最后剩下的食材才会蛋有五颗，都是不平均这样子、嗯、然后我就说没有关系，你每一，他就说啊那个没有蛋的给你少收十块，我说没关系，你全部都收一样都可以。那餐是我们最难忘的一餐，在那个应该是在屏东县满洲乡的一个村子里面。嗯哇，吃到那个味道哈、哦，是一个温暖的感觉。是，然后我又一听到老板愿意煮面给我们吃，那等于是临时营业的面米搭，然后我就赶快传简讯给。在后面走路，哎，那后面一分钟就到了，然后用飞奔的，用跑来，对，哦，哎，听说你们在徒步走的时候，哎，配备非常重要，对不对？其实徒步走，台湾徒步走的人很多，嗯、有一半是全部背在身上的，嗯、啊，也有人是用拖车派的，哈，背在身上连，哎，有背睡袋吗？有背帐篷吗？我们没有背，有的人有背，我是没有背，我们是住民宿或者是去住那个庙的香客大楼。哦，哎，所以我们就是只有背你的换你的日在路上会用到的东西，还有一些盥洗的东西。这里面还有吗？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些这个是手帕啦，这个有的小的手帕，大的毛巾这样子。那、啊、你都没有镜子跟口红啊？啊，走路怎么要擦口红？哦，开开玩笑。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很多人像刚刚这样的背背包，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姿势不好。那究竟背背包的时候要怎么调整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个重点：一，不要让背包把我们姿势破坏了。当我们要背背包的时候，我们准备好姿势，所有的东西都是挂在身体上面，而不要迁就这些东西来改变自己的身体的姿势。二，适度的调整背带，让背包尽可能靠近自己。
像这样背带太长，重量往下就会把我们身体拉歪，所以我们调整背带，让两边平均，然后尽量让整个背包靠近我们身体，这样的话这个重量就在我们身体上面，我们比较不容易被改变姿势。三，如果有重的东西尽量往身体的方向靠近，比方说有电脑，有重的书，我们把它靠近身体而不要放在远端，这样我们重量也不会被往下拉。一般来说，因为走路本来是我们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会常常说，如果单纯靠走路这个要来当成是一个帮助身体健康促进的主运动，其实它常常会是不够用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是水平的移动，那我们都会希望说，你的身体能够去接受到更多的一个刺激，那这样才会是一个有效有强度可以让身体更进步的状况。但是走路仍然是很适合作为常规然后保健型的，就是维持基本的状态。在这边另外提醒的就是说，那你就要特别去注重就是整个走路的平衡或发力的一部分。有背睡袋吗？有背帐篷吗？我们没有背，有的人有背，我是没有背，我们是住民宿或者是去住那个庙的香客大楼。所以我们就是只有背你的日在路上会用到的东西，还有一些盥洗的东西。你有什么必备？听说你今天有带来跟我们分享。这个就是我平常在徒步的时候，我大概出去三天两夜，比这个要胖一点，因为我没有带内衣内裤在里面呢、然后就是那通常我会带一支登山杖，那主要的并不是，其实我们是走公路，大概需要登山杖的机会没有，是在刮高啦。因为我们走过余温的时候，那个余温的狗都有够派，然后拿这个可以威吓它这样子，然后所以这个大概是登有我们带这个是，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平常会用到的东西，你走路啊就走爱西尊。有扇子、然后你走路如果流太多汗的时候、然后你可能缺盐分的话，这个是补充盐分的补充盐分，补充盐分的糖，这样子盐糖、然后你穿短袖走路，然后你怕晒黑的话你可以戴袖套防晒袖套，就是防晒的袖套、然后再来是不止你自己要防晒，你也嘟到落后、然后你的包包湿了，你的东西都乌油去，虽然包包有防水，可是我还是会再套上一个背包套还有背包套，有背包套、好会有背包 套、然后有的时候你走路也去我帮他干，你休息的时候我帮他干，有防蚊液这样子、你这个是哆啦 A 梦的包包嘛？然后小叮当的包包嘛，然后还有防晒的、防晒。然后如果你走路，我们刚刚讲是天气舒适，但是冬天有的时候风很大、然后你会很冷的时候，你可能要带这个是包你的头包起来，然后把你的脖子围起来。我们可能要再拿一张桌子，你不要看那包包很小拿出来的东西可能可以占满整个摄影棚然后再来吃东西的时候，这个是环保筷、环保汤匙、然后在你带手机的时候。你还要带充电的，因为一天大概一定需要有充电宝的。对，然后再来我还会带手电筒，是一定要、一定要带手电筒，太大了。这个是、我买过更小的。对，然后这个是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你走得比较晚，到了晚上的时候，有的人带手电筒有的人是带头灯、你不能用手机在那边照，那个大概是你的手机也被压掉，去鬼洗下。你这个有求救吗？我没有求救，但是我这个是我晚上是。其实很少，我没有用过，但是我一定会带在身上这样子。你说手电筒还是求救的？手电筒。手电筒，因为你不晓得。对啊，你都五六点就休息了啊。这个高级徒步。对，那但是有些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是会有沿路的时候会碰到天黑。毛巾你一定要带。你走路一定要擦汗，对。然后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你会带雨伞，也可以遮阳，也可以遮阳。对，然后还有这个是，还有哟，阿哥伯啊。这是帽啊。你现在不要戴啊，我们发型师帮你吹得很漂亮、对，好，这个是帽啊，这一遮阳帽，遮阳帽。然后还有你的水壶，这个是我今天带比较小的，那我走路的时候我会带比较大，因为你尤其遇到我们有便利店的时候，这个是个500嘛，然后有的时候你没有的话，你可能要另外再买矿泉水，你可能要带到1000以上。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不能够缺水，我觉得缺水的话水分啊。还有雨衣，然后什么？还有疫情的时候走路要戴口罩，
哦，这个是口罩盒，嗯嗯嗯嗯嗯，大概就是里面还有吗？应该差不多了吧，这些这个是手帕啦，这个有的小的手帕，大的毛巾这样子。那你都没有镜子跟口红啊？啊，走路怎么要擦口红？哦，开开玩笑哦，原来这些就是基本的配备，所以只要带上这些，都基本上就可以上路了。嗯，然后但是你在走路的时候呢，你当然你可能还有个人喜欢的东西，你喜欢带的行动量，今天我没有，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啦，然后或者是有人会带能量饮，杨阿伯来的时候赶快来一个能量饮，然后就精神又来了这样子，所以其实走路，那这个包包你当然要选很轻，我包包空的时候是很轻的这样子。嗯嗯嗯嗯，了解了解，谢谢。因为我们的是徒步派，是背身上，那有一派是拖车派，就拖着走啊，我比较不建议拖车，因为台湾的无障碍环境没有很好，你用拖车还蛮辛苦的，而且很吵，咔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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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弄九桃楼啊，你徒步。如果我七十岁要去徒步，我可能还是用拖车的好了。不要用拖车，现在我们洪治疗师要教你一个很好的方式，九十几岁都能走。哦，嘿，因为他说登山杖不是拿来赶狗的，他的登山杖是拿来健走的，洪院长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健走，是而且是北欧式的健走，是然后这个健走杖就是这种也算登山杖嘛，登山杖有很大的功效，对不对？我们先来看一下照片，这张照片就是北欧式健走，它是用两只的健走杖去平衡，是那洪院长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个北欧式健走杖就是如同我们在图片上看到，它通常都是用双手，而且它还鼓励都是用双手，所以如果是只有单手，那通常就不会是北欧式健走杖的一个方式。那为什么这样的方式会在北欧这个地方非常盛行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说北欧这个地方其实它非常鼓励大家回归到大自然，所以他们就非常喜欢就是健走的这个，就像是那个医师这样子，就是常常健走这样子。那可是会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人的年纪越来越大，或者是说身体有一些不平衡的时候，那其实健走杖可以来帮助我们平均分摊关节的压力。也就是说关节的压力其实会减少。那不要说也乖啊，这样吐对对对，结果他是这样像在过村啊，对对对，嘿嘿，这样是分担两脚的力量。还是因为我们其实大家去想一件事情，走路是一个什么样行为？走路是轮流的单脚站，单脚站立，那单脚站立呢，很多人像现在有一些人站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自己测试一下，比如说你单脚站的时候就会摇来摇去，没有办法站得很稳定。我们不会，我们有练过功的，我们不会。对对对对，但没有开玩笑。对对，如果说有练过了，练这个就比较不担心。但是有很多人开始，比如说新手要去尝试，是要用走路或者是健走来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壮的话，第一个遇到的就是膝盖会痛嘛。那健走杖这样的一个工具就可以帮助我们平衡，因为它随时随地都会有两个支点在地板上，两到三个支点在地板上，就可以去让我们的膝盖的内外侧的压力是比较平均，比较不会磨损。听说九十几岁也都还能够用健走杖去走完很长程呢、啊。对，不是那个长程的哈，就是长途旅程那个长程。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不是有用健走杖，只要是经过好的训练，其实很多人经过比如说肌肉力量的训练啊，也都可以维持很好的状态。健走杖还要训练哦？健走杖其实是还蛮需要好好去练习的，因为他刚开始很多人在拿的时候是不习惯，所以说现在坊间有很多在推广北欧式健走杖的协会，他都会去做一些教育，那大家刚开始要去练习一下那个平衡的感觉。我们在外地看得到吗？看得到这样子搜寻北欧式健走杖应该会有蛮多相关的影片，也有很多不同的医师也在推广这样的健走杖的事情。那你们治疗所是专门治疗而已，没有在推广的？我们曾经有想要邀请北欧式健走杖的专家来协助啊，但是现在治疗所还没有特别去推广这个。其实一听好像真的还蛮有道理的，就是比如说吴医师说他这辈子一定会走到老了，
对不对？嗯、他那么爱走，一定会走到老。所以你先去学一学，再来教我们。好好，其实我们走路的时候也有朋友，我有的大学同学，他就拿健，他已经跟我一样同学嘛，50多岁，然后他就拿着健走杖跟我们一起走，走了大概10几公里。嗯，然后成效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的。他们两夫妇就拿着健走杖走走走走走，然后看起来也很帅这样子。嗯嗯嗯。那吴医师其实在台湾分段的徒步经历了之后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其实刚刚讲的是那个一碗面嘛，应该好多碗面的、临时的面店的以外，其实还有一个是我曾经在我们徒步的队友里面，我们帮他过60岁的生日。然后那为什么我们要帮他过60岁的生日呢？这个看起来这个地方不是在户外，谢谢。然后这个地方是在那个南回铁路的一个小站，叫做龙溪。然后我们在那边龙溪旁边那个小小的民宿。然后因为这个队友是这个苏医师，他是内科医生，然后就有一天晚上我先生回家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信封，他就说哦，今天我在医院遇到一个同事，然后他说他是这个苏医师的老公，然后他就说拜托你帮他过生日，因为我老婆60岁生日竟然不在家过生日，要跟你去走路，拐跑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想说啊，龙溪那个地方要，他就说是不是叫民宿老板娘拜托他去帮你买蛋糕。后来我去看龙溪那个地方最近的面包店是在大武，然后大武的那个面包店当然没有做生日蛋糕嘛，然后比较像样的生日蛋糕要到那个台东，大概是30公里外的地方。然后后来想来想去，就只能用宅配，所以我们就秘密的帮他宅配了一个蛋糕，先去时间算说我们时间快要到那天投宿的时候，然后就宅配到了那个民宿。然后在民宿的时候，一路上有的时候宅配黑猫的那个宅配的大哥打电话来，那我就要赶快躲到旁边去偷偷讲，因为我讲了就会破功了嘛。然后就到的时候，所以到了那个宅配，我们保密很好。你看那个照片里面，把蛋糕拿出来说，苏医师真的吓到了，没有人，因为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60岁。对啊，他不想让我们知道他六十，他那天干嘛写60啊？他就写18就好啦。他永远18岁。他在我们里面走路，他真的像兔子一样跳，非常的快，像18岁的女孩子这样子。然后他就非常的惊讶，然后大家都很惊讶，因为我。除了我跟另外一位队友以外，然后其他人都不知道，大家都非常惊讶，哈，走到这种轻刷拿来，还有蛋糕可以吃这样子，这个还蛮有趣的，对，是一个蛮有趣的特别的经验，在徒步的路上，然后度过了人生很重要的一个一个过程这样子。那你招那么多伴哈，就哈这伴去行咯，有人行到半途而废了。当然也有，我们里面其实有的时候半途而废，应该是我那个队友，他很能走，他是走过4国，应该算是我们的神拜，因为我们4国就是走4国片路，先走完了我们就叫他神拜嘛，然后他就是跟我们去走，结果他那阵子身体不好，就走到我们走在宜兰那边，然后他就越走越慢，我就看他，对，就像治疗师讲的，就看他步行怪怪的，我就说啊，你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说我好像旧伤发作了，那我就说那不要走了，不要走了，然后他就说。不行啊，可是这样会耽误大家，我说你的健康最重要。这时候我们另外一个队友很可爱，就说啊，我去帮你路边拦车，我就说啊，万家啊上去拦车一定没不好，结果我们这个又都穿长裤没有穿裙子的，对，结果我们这个队友长得很可爱，他一拦就拦到车了，他就拦到了一部车，然后就把我们这个受伤的队友载到中午吃饭的地方等大家。然后所以当然也有，然后后来我们就吃完饭就建议他说，还是从那个大溪渔港赶快去坐火车离开。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另外一位是我的学长，然后他是走到卡碰趴，然后他想说碰趴我们能够走下去，对啊，所以他还是到半路的时候就离开这样子。心膜发炎那个怎么处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临床上，我们面对这样状况，我们就会先分析，比如说刚过程当中啊，其实一直有观察到说亚兰姐不自觉的会去想要翘脚。哎，耶！但是我都在偷看我，结婚了吗？因为跑步跟马拉松，或者是骑脚踏车，这个都是同样一个动作模式大量重复的情形之下，那所以说它就很
快的会去放大它，我们原本身体的歪斜。所以我们反过来看，其实是你从事这些运动，正是让你发现这些问题。哦，那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我们现在在推广一个概念，就是说你无论是运动或者是健身前，你其实可以去找到各个地方的物理治疗师，然后让物理治疗师好好检查你各个关节的活动度。哦，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把活动度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正常的状况，然后去做一些适当肌力的启动，驱动的话，那接下来我们再从事这一些运动就会安全非常多。然后另外我们也有另外一位是我的学长，然后他是走到卡碰趴，然后他想说碰趴我们能够行下去，所以他也是到半路的时候就离开这样子。所以要走路事先的准备，像刚刚吴医师跟我们分享他带的配备，其实如果真的要徒步，就像马拉松一样，事前都要训练。洪院长，要徒步要事先训练吗？还是说要先去有一些人有没有先去走那种石头步啊，或者是说什么穿足弓鞋啦、啊、什么的，有需要这些配备吗？我觉得刚刚说到的那个踩石头路，那个这个我就非常的不建议，因为这个其实是对脚会有伤害的一个方式。不是哦，那不是说什么在刺激穴道啊？对对对。好，那我可以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地方齁。大家大概很常听过一个症状叫做足底筋膜炎。那这也是我好像有那个不会好对不对？是会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好的原理是什么齁。足底筋膜炎顾名思义，当然就是足底筋膜受伤的。那足底筋膜为什么会受伤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足底筋膜的作用是什么。就这个是我们的脚的骨头的地方。那这个是足底筋膜。足底筋膜它就薄薄一层膜。那正常来说啊，如果我们脚平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啊，我们大家可以试试看。只有把脚趾头翘起来的时候，脚不要移动哦，就是只有在地板上把脚趾头翘起来的时候，我们的足弓会变高。我们的足弓其实自然而然会变高。对，也就是说骨头再加上这个足底筋膜，它是一个脚掌很重要的稳定的系统。就是它是这样发挥出来。好，那现在很多人就是在缺乏运动的时候，那脚会僵硬嘛。脚比较僵硬的时候，去走路就会容易产生就是那个足底筋膜，因为足底筋膜已经比较没有弹性了。所以你没有去动它，它就没有弹性就对了。对，它就会比较缺乏弹性。那现在有一些人会想说，我没有弹性，那我就去按摩它，或者是去刺激它，会去走这个健康步道。然而这个刺激其实会太用力，或者是有些人会硬去滚，把那个足底筋膜滚得过松。那这个无论是它受伤或者是过松，其实都会破坏整个脚掌的稳定性，那造成所以不能去足底按摩咯。足底按摩就会要适可而止，如果说硬压硬有非常非常痛的那一种，我就比较不建议。通常我们在教患者在做自我放松的时候，简单用一个网球啊，然后轻轻滚，有点酸酸紧紧的就好，不要到痛的程度。那个足底按摩师都马上越看疼家在叫，他叫很舒服啊，很舒服啊，对不对？他好像看到我们在叫，好像觉得他按对了，然后就一直猛压，所以这样的方式是错的。对，这样方式不好了。而且在足底筋膜如果过松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整个走路是脚跟脚掌大拇指嘛，脚跟脚掌大拇指的时候，当我们脚掌大拇指颠到这边的时候，它其实也就是为了把我们的足弓跟我们的足型维持好。如果这一个踩踏这一个垫脚尖没有办法做完整的话，很多时候在走路就会有一个扭转会偏歪。那很多人就会膝盖痛。那其实有一些部分是跟脚踝有关系，脚掌有关系的。那刚刚洪院长有说到说，因为没有运动，所以那个筋膜可能会比较没有力。那我是运动过度，所以筋膜发炎，那个怎么处理？好，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在临床上，我们面对这样状况，我们就会先分析。比如说刚过程当中啊，其实一直有观察到说，雅兰姐不自觉的会去想要翘脚。但是我都在偷看我。结婚了吗？我都会跟我的患者说，
翘脚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对对，因为你为什么会想要翘脚，就是翘脚比较舒服，嗯，那为什么翘？那像刚刚吴医师好像就比较没有这个习惯，对，好、哦，那代表说他的现在骨盆下肢生物力学是比较平衡的，嗯，好、哦，那假设我们身体本来就有不平衡，那当然我就会想要翘脚来去补偿这个平衡，嗯，好、哦，这个那。所以到这样的现象到我们的临床上来说，我们就会看说，哎、欸，比如说骨盆有没有歪斜，有没有长短脚、嗯，那么就要先做一些调整。嗯，那接下来观察我们整个走路行为有没有偏重一边，嗯啊，那该出力的肌肉有没有出力来去恢复、嗯，所以还是可以恢复，只是我们要先去抽离背后的一些原因。哦，嗯，啊，会的哈，那我一的对了啦哈。有一句话就是说，父母在不远游。哦，如果家里面可能父母亲现在好像很多症状，有没有？哎，比如说失智啊，或者是说有一些什么帕金斯症啊，什么之类的，就不敢放下心来出远门。好像吴医师最近比较少出门，是因为都要照顾家里的父亲。哎，是因为我爸爸也是正好在这几年，他就确诊是失智了，然后所以因为够看高照，又跑到那个跑到什么智利那边去，然后大概这几年其实徒步走路在台湾，然后在台湾因家里又正好有一个很好的看护，所以我还可以出去放风，出去走个一天两天，然后其实对我来说，一个照顾者来说，这也是一个休息的一个喘息的一个过程，然后但是真的不远游，所以这个西班牙朝圣路很多人就说啊，你不能行了，你应该去行西班牙，我说没有没有没有，因为西班牙要回来太久了，如果临时有家里有状况，因为老人家总是会有状况，我还是觉得真的是父母在不远游，我们台湾还有很多地方好好走，大概再走个十年都走不完这样子。哎、为什么那么爱走路啊？我觉得是因为走路好像也会上瘾的，越走越喜欢走路。哎，我就很多像登山的，他明明知道这个山很难爬，他还是要想要去征服。像我们那天有访问那个秀珍啊，他也是24岁就登上圣母峰，也算蛮厉害的。就是他也一直很想克服哈，很想爬到山顶上去看那个风景，然后去就是有那种成就感。所以走路也是这种一种瘾，对不对？另外其实我觉得走路也可以达到放松。其实，在那个佛家，他们有一种叫步行禅，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很认真的在走路，你不要一些杂念乱想。然后我有的时候其实长距离走，你就会不知不觉，你不要在那边想说你什么报告没有交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知不觉进入那个状况。那个时候，当你走完了休息的时候，其实你是整个身心是放松的，虽然是累，但是是你的精神是放松的。嗯，精神放松，但是脚没有放松啊。我们洪院长就要教大家，如果走断，走到脚肿疼痛，有没有什么可以缓解的方式？好，那我就来前面这边去示范好了。这次要示范不是西装的了哈。他想脱鞋，要脱鞋，脱鞋。好，哎呦，还有脱袜子哎，哦，牺牲症。他想要赤脚哎，他想赤、不好意思，我没留头卡嘞，不要紧嘛，不要紧哈。哇，谢谢谢谢。哎呀，哦，还自动搬运哈。那我接下来教的这个方式啊，无论是说就是是脚走一整天比较累，或者是有一些其实平常都没有在运动，开始要尝试健走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要素就是要让我们的脚掌是维持柔软的状态。好、那要怎么样让脚掌维持柔软的状态啊？其实我们脚掌看起来是一片，但是它其实这边都是。洪院长，你的脚还长得蛮不错的。怎么说？肥嫩嫩啊。好，那。其实我们这脚掌它其实是一根一根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双手啊，就是去搬动我们的一节、就是一根一根的，这个是大拇指，这个是食指、去搬动我们一根一根的脚掌的骨头、那其实就是轻轻的就好，然后第二根第三根就是一根一根的去松动我们的脚掌的关节，让我们脚掌从来没有人这样说过。
这个是针对一些比较僵硬的状况、哦哦、我们可以去这样的去帮自己先做好的一个放松。那这个放松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去活动它。活动它就有好几种方式，我很常教了一个叫做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就是把大拇指翘起来，这个就是剪刀。然后整个脚掌握起来，这个就是石头。那布呢，通常是最困难的，就是我们要能够看得到，就是每根脚趾头粒粒分明，有缝的一个样子。那这个现在在很多人，如果说他比较少走路的时候，这个脚会分不开。那很多人就会很挫折嘛。那我通常都会说，你只要按照我刚刚说的那一种放松，或者是就是自己放松，或者是配合泡一些热水。对啊，热水我们只会泡热水而已啊。泡热水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工作。对啊，然后把它放松之后，然后搭配剪刀石头布，大概做2到3周之后，有一些比较少走路的人，他走路就会慢慢变有力量。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去先让我们的脚掌变松软。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坊间有很多买那种球啊，网球也好，或者是痛点球也好，我们就轻轻的常常在这边滚，或者是时不时的去抓毛巾，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抓毛巾。对，抓毛巾就是像你刚刚这样子，对，用脚去抓毛巾。对，用脚去抓毛巾。那这个都是增加整体活动度一个很好的方式。抓要抓起来吗？一般来说我们会是说，好，比如说这个浴巾在前面，好，抓的时候它靠近之后，他说牺牲给你抓了，哇，好配合，好 ，OK， 哇，来，那我们他其实有去香港哎，这个回去真的要用热水烫过消毒这样。好，我抓起来之后，对不对？放掉，然后接下来再抓，所以它就慢慢的、像毛毛虫一样，对，往前爬。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易的，就是增加我的脚掌的活动度的一个方式。是啦，你是很会考试，可是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人，每个纳税人的钱，这个都是国家用社会来栽培你有这样子的名声。那我想说，阿里卡迪你这么，然后栽培你这么久了，然后你如果自己去写作写你爽的，然后可能没无几本嘛吼，你想要没？我最多，我那个就算得奖的书也只有卖5000本而已。你那得过很多奖哎，真的很会写。其实给大家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疼痛对我们身体来说是礼物哦。今天比方说我摸到一个危险的东西，我会缩回来，那就是产生了疼痛嘛，那就是告诉我们有一些这个是危险的。那我们身体内在一样，就是开始有一些腰酸酸的，膝盖不舒服，那其实就应该去找正规的，无论是骨科医师、复健科医师、物理治疗师。那物理治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比较像是寻根本哦，就是我们会去看你有没有歪斜啊，你有没有关节的活动度是不是完整的？那这些的功能性的检查不一定是现在的一些 X 光那一些可以取代的。所以说如果说医生跟你说都没有什么事情，但是你觉得还是有困扰，我就建议找物理治疗师来去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帮大家去做关节活动度或柔软度的检查，然后还有介入这样子。好，我抓起来之后，对不对？放掉，然后接下来再抓，所以它就慢慢的、像毛毛虫一样，对，往前爬。那这个就是一个很简易的，就是增加我的脚掌的活动度的一个方式。好，那难度可不可以再更高？可以。如果说难度，你又要用人家什么东西？难度要更高，好，我可以借雨伞这样子。连雨伞都要消毒了。没有，雨伞不会碰到哈，就是增加一个重量，增加难度。好，把雨伞这样拉过来。那这个是可以尝试。这很像在复健呢。某个程度上来说是啊，可以跟就是那个雅兰姐还有吴医师分享哦，就是像我的脚以前是很不好的脚，所以我曾经这边大痛过发炎，然后我曾经有一阵子都为什么受伤吗？那个叫做副舟状骨症候群，就是我有一天就是站着，然后它就发炎了，我一直以为是。只是因为站太久，后来发现说小时候我们本来那个副舟状骨是2块，长大应该要融合成1块，可是我居然没有融合。意思就是我的脚天生是比较不稳定的。小时候都没事，但是长大
就是有一天站太久负荷太大他就发炎，他有一阵子都要依赖鞋垫，但是我现在是，所以就做了这个运动，对对对，那当然就是会花蛮多时间在训练，那我现在就完全不依赖鞋垫。好，谢谢洪院长，请你回做好啊，你那个不能还人家，这个我先收着，这个就是吴医师给你的定情物。其实咱台湾人袂使上筋呐，上筋的等筋呐哈，当然但是会当上册哈，咱来较少看册，唔通愈看愈册哈。恭喜你出了一连续出两本新书哦。向南是两年前，向北是大概最新出的。听说你当作家是无心插柳，原本是写一个专栏，还是就看到什么东西一个什么事件，然后把那些事件写出来之后，然后慢慢诱发你写作的能力，是不是？其实我以前考试，以前联考要考作文，我大概联考作文都分数都很高啦，都很高啊。对 对, 對，因为我的出息的气哎，超普超普超普的。然后但是但是真的要没有想过自己会出书，是921地震的时候，然后我去到那个灾区去服务，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医院是跟医疗版的那个记者，就是说医疗版的编辑合作，说希望我写一些有关于如何克服忧郁症啊什么，然后但是我就跟他说我拍谁要下北瑞奇，因为我现在在灾区，然后那个报纸的联合报的主编就鼓励我说啊，你就把灾区看到什么就写什么，然后写大概写了一年，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灾后重建是一段时间，然后就变成作家了，就出了一本书好像就可以叫作家嘛。对啊，然后就是一直做下去，我就一直，然后就不当医生了。没有，我曾经有过这样想，因为有一次那个时候也是受到有得奖被肯定，然后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当医生，就是专心来写作。我觉得因为我是习惯一个只做一件事情的人，可是做了一阵子之后，我又想那时候我又在想说是不是又最主要是那时候去台东的时候，我就想说其实国家花了很多钱栽培我们，我今天能够到了这个人家你说台大医学系毕业或怎么样，是啦，你是很会考试，可是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人，每个纳税人的钱，这个都是国家用社会来栽培你有这样子的名声。那我想说阿里卡迪，你这么然后栽培你这么久了，然后你如果自己去写作写你爽的，然后可能没有几本嘛，吼，你想要买，我最多我那个就算得奖的书也只有卖5000本而已。你得过很多奖真的很会写对，然后我就想说但其实我也很喜欢看病人，那你为什么要放弃你看病人？所以其实我去台东回来以后，我就一直在台北的诊所工作，然后我还是一个礼拜有5天要看诊，那包括等一下录影结束也要去看诊。对对对对，黑娜，认真一点呐，是是是。我缓假跟他讲，你袂使退休哦。他说你就、啊、他就讲说，你的老师就是退休了叫安怎安怎。我就说老师都看到背上我回啊。然后他就说你袂使退休，我已经被恐吓说袂使退休。对对对，你讲我常常去健走保养我自己的身体，我才能不退休，一直帮你们看下去。是的，好，最后节目的尾声呢，我们希望洪院长哈来针对足部的健康有没有什么给大家提醒跟建议？好，那。最后呢我讲三件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保持脚的柔软性。所以将今天做的一些松动啊，或者是平常泡脚啊，或者是抓毛巾，这个都是让我们的足部保持柔软性跟弹性的方式。第二个，我们其实要很有意识的去锻炼它。好像现在吴医师开始在做这样的一个健走，那或者是说我们平常很刻意的去练那些足弓的一些训练，其实就是让它越来越强壮。然后最好的训练方式就是我们在踏出每一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完整的踏出，就是脚跟、脚掌、大拇指。光是这样的话，其实肌肉跟足底筋膜的锻炼就会非常的充分。那如果说我们这样是啪啪啪，那这个等于是我们用腿在做事，就没有发挥脚掌它原本的作用。所以模特在走路那个都不正确啊，怎么把胯部先提高，然后就这样走出去，这样。那个对我来说就是说，如果是意识上的刻意控制要这么做，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很多人比如说啪啪啪在走的时候是无意识的，所以说我觉得是
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控制的很重要。好，那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脚跟脚掌大拇指完全的走完整，好，一个是柔软，一个是训练。那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当我们的脚掌或者是我们身体的状况没有那么好的时候，适当的辅具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所以说像是健走杖是一个，然后选好的鞋子，稳定的鞋子来支持我们，就是会非常重要。好，非常谢谢两位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说，不只要好好说话，也要得好好的走路啊，身体才会健康哦。啊，人生调色盘，我们下次再见，谢谢两位，谢谢大家，拜拜。今天要分享的俚俗语叫做“问路靠嘴水，行路靠双腿”，就是讲，咱当然那是唔捌路的时阵，爱靠嘴去问嘛。啊，这嘛是衍生出来讲，就是讲做什么代志，咱拢爱不耻下问。好，唔捌的，咱就请教别人，卖家己感觉讲，家己学问足饱的，吼啊，敢那拢看人袂起。吼，人无法度，逐项代志拢捌交稳啦，吼。啊，行路呢，当然嘛是爱靠咱这个双腿。啊，有当时啊，欲速则不达，你得好好啊保养你两只双脚，才有法度行一世人。